快帮我抓一下蛇！快，来，我来，快快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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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聚五座茶宴，同样的那四具尸体呢，死亡时间都是抛尸的前一日。如此说来，那这个凶手就不是故意把他们留下来杀害的，而是……你要是再故意拖延时间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哎呀，我不是个病人吗？我这不是没见过吗？不过韩公子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。说。你是不是很有钱？我看你吃的穿的用的都特别好。我听说来我们前族做皮草生意的那些情人都特别有钱，你跟他们一样吧。那咱们以后办案的经费是不是就有着落了？那以后这些事情全部……疼死我了，我的屁股！满嘴胡言，什么身患怪病？看来我要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说法了。你别走啊，韩公子！韩公子，我是真的没劲儿了。哎呦，真是半旗如半虎啊！我也太难了吧。